在先搞一下。如果将在一个地方太期待期待。最困难，如果我现在是玩刀，看一下对方的剑。现在就是绝地大师对没有对他的徒弟，对他就打一个教。教学战，就想不到这大师先被击中啊！胡兄因为很壮，他的手臂很壮，所以他可以单手把剑控制得很好。漂亮、哦哦！差一点弓箭就要报销喽。现在几比几啊？有人有计分吗？注意在放箭。没关系，胡兄自己会记吧。我猜他也没在记哎、欸。庭月现在几分？刚刚黑川地有一分。2-1好。3-1。对，那个动作一般人做会扭到，因为我试过，做不出来。他常做这个动作，厉害。哎，漂亮，4-1。不要让胡兄喘息，不要让他有反击机会。